聊天室，不要闹，好棒。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我是猫猫，还有我是平百姓。一定要这样吗？要，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跟百姓拍的那一支影片，是有关于那个行动电源锂电池，行动电源锂电池，然后它整个就是非常的爆炸，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吓得要死哎！哎，真的很危险啊，不然我干嘛穿的那样？对啊，你好英勇哦！买了个啊，买了个，真的好难做，我真的真的好难当哦，生命去换的，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空服有连结，因为尤其像你地勤也有关系。那我有时候我觉得空服员都会跟你讲一些事情，譬如说先生我们要那个降落了，可以麻烦你帮我把那个你旁边的窗户拉起来吗？为什么 ？OK 来 ，OK， 为什么要拉开？就麻烦你拉开好吗？为什么要拉开？我怕冷，因为我们要下降了。下降？有风那么大？那可以把包包放在那个桌椅位置底下吗？谢谢。我喜欢放脚上啊。可以系好安全带吗？可以把椅背竖直吗？可以把桌板收起来吗？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大家都常常其实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以后未来会跟你一一来说为什么，但今天我们要先说啊，先跟大家讲那个窗户为什么拉起来。窗户拉起来就降落的时候，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外面有没有障碍物会影响逃生，这很重要。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窗户没有拉起来，那我空姐有时候机长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哎，你看看，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怎样，目测就看不到。对啊，目测啊，你要看那个很重要。对，可以看到引擎，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对，看到机翼，什么鸽子撞到那个引擎之类的，对吗？对，起火之类的，所以就是都是有这一些原因的。对，反正你不知道你就照做就好了，不会害你的。就听空姐讲的话就对了。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对，那现在呢？请问一下，我们出国的时候，很多人都问说：“阿菜，我可以带什么？请问我这电池可以托运吗？可以怎样吗？”然后我就会想说，你要不要上网查一下，因为。姐其实要回答很多问题，就不管你怎么讲啊，800万遍还是有人要把行动电源放进托运行李箱。到底为什么不能放进去啊？就觉得收行李箱的时候好顺哦，就放进去了。对，要带几个备电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锂电池跟行动电源乱流碰撞的话，这都有可能。锂电池在强大外力挤压、圈子等情况下，容易发生短路、起火之情况。大家可以在我们上一集的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对，你说上次我们那一集的在测试，就是在测试这个。对啊，你们两个摔下去都好像不怕的，我的妈呢？哎呀！你是很害怕吗？不是，那个只要裸露在空气当中，就可能会有起火、燃烧、爆炸的危险。你说，譬如说我是锂电池，我就这样撞，我就这样撞，多来几下，哦，对，然后你就有可能爆炸，我就可能会起火、燃烧，你真的会烧起来哎！啊，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没错，对。好，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那。譬如说，我们刚刚是那个充电的，就是 portable charger。对。那我想问的是，我们有很多电池啊，譬如说我今天有洗脸的东西，洗脸的那种就可以托运了吗？如果拿不出来，要看它是什么电池。如果是铅酸电池是完全不可以托运，完全不行，上机都不行，托运手提也不行。铅酸电池完全不能上机。总之，我跟各位讲，电池就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就不要乱玩啊。对，就不要。只要拿电池，国外一个电池买才多少钱的？安全地，哎，那个轰起来你就，啊！没事。那相机的呢？只要是备用锂电池都不行托运，就是它只要是裸露，像它讲裸露在外面接触到，就很都是有危险性，有在高空撞或什么之类。像现在比较新的飞机350啊，跟787这些比较新的飞机，他们的舱压会比较足。所以你飞起来之后会比较没有那么累，真的吗？有差别，因为你去飞以前747，跟你现在飞那种350，但是让你比较安静，然后飞完比较不会有疲累的感觉，时差啊，这个就跟舱压有关系。就是赶快去买350的机票，飞350的机票。哎，有些人看那个，有些你知道，有些比较 pro 的人，他们买那个机票的时候，会看机型，他们会先看机型，对，对，他们就会看什么位置、什么机型。哎，我都看价格，看哪个比较便宜。原来是这样，哇，又长冷知识了。所以某一些机型它的舱压是比较低的，对，比较低比较好的。就打没有是打的不足，
它没有办法达到像地面上这么足，所以你吸不到那个足够的密集。打足一点的会比较舒服就对了，会比较没有那么累的感觉。哦，是不是有一些学起来啊？的学的学啊！我们今天讲完这个锂电池，没想到要学到这么多跟搭飞机也有关系的。对，要注意什么可以上，什么不可以上。嗯，没错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短短到这边，要跟大家讲说，拜托以后上飞机注意点，千万行动电源不要再托运了，不要再拖了。OK， 我是阿菜。我是猫猫，我是平百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去订阅百姓的频道。喜欢我们为什么要订阅百姓的频道？喜欢我们就订阅我们频道，喜欢百姓就订阅百姓的频道。喜欢这支影片呢，就在下面留言。OK， 大家拜拜，拜拜。